艺术改变乡村的核心不是艺术强加给乡村，艺术作为赋能确实解决了很多乡村的问题。整个寨子的形象提升起来，各个人就感觉到心情都很舒服一点，噶来的人一多，我们自家的农家这些东西都能够随之的么就来的人会带入一点回去。在艺术改变乡村的理念下，互联网公益它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能够连接到广大的这个爱心用户，由他们来提供捐款，支持到这样的乡村改造的项目当中，能够帮助乡村一点地一点地提升村容村貌，促进乡村的旅游经济的发展。需要这个管理者，需要有这个有水平的管理者。我们现在最期待就是这部分。你听我说，爬连的。这样子呀，让直播继续进行下工作。换一换，我们两个去看一圈，然后过来把东西写了吧。我现在脑子里很多。